Hello, 大家好，我的名是 Timothy， 我住在 Penang， 在 Malaysia。 我的爸爸是新宁人，我的妈妈是 Hokkien 人。因为我能住在 Penang， 我能用的话是 Penang Hokkien 话。 Penang 的 Hokkien 话不像跟巴生的 Hokkien 话，都不像跟新加坡还是台湾的 Hokkien 话。我有一个兴趣，甲人学讲闽南福建话，因为我看囡仔真正一个囡仔未晓讲闽南福建话，住伫学堂伊人学讲华语，我希望我会做闽南福建话甲因学，毋是干呐学堂人，特别对互华仔、格林仔、外国人、加了人都有咧机会学讲甲写闽南福建话。闽南福建话会使算讲，他那三百几岁了。伊就讲是较老的闽南语。这个是因为福建人数百年来患病做生意。在第十五百年的时，漳州的福建人去马拉加做生意。伊人一准对北方去了，对南方转。在马拉加，伊人几个住一年住马拉加几个月，有天娶患病的某，伊人的患病的某就是华南人，迄个点生的时，无讲个了华南人就患过，伊人的囝生出来的时，一年马拉加几个月还着爸爸呢，因为爸爸。出海住在马拉加有时，了有时住在唐山。这个囡仔个了，出世和伊个妈妈个都是学讲华南话了。特别因为伊人个爸爸有时住在马拉加，也顿学着几句个福建字，掺落去伊个话，变作伊个话是掺华南话加福建字个，他那来叫做。爸爸的话，在这十七八年的时，在唐山，明朝倒落去满洲人的手。迄个点声的时，真正是福建人造反，因为养到了熬出海了，养一头坐船，养走到家上地南平，去抵达王国。住在那边，也无通来往甲唐山数十年。伊拉的子孙生出来学讲福建话，参加本地的华南字。唐山平安了的时，马路清朝的政府开门予福建人做生意甲还平。迄个时，马路啦。唐山的唐人，通联络甲患病的唐人国。在第八百年的时，有一个人名做柯立欢的，伊出世伫漳州伫福建省。这个人捌字，搞做生意，佫好个。特别因为伊要拍到。清朝的政府，清朝的政府要抓伊，伊就走，伊走去上地，偷偷，伊走去那看新达马拉，了，较慢的时，伊搬去吉达王国，去瓜拉穆达。因为这个人呢好了，瓜拉穆达的患病的唐人，建议做伊人的头。在瓜拉穆达的话，柯立欢听到讲有一天英国人名 Captain Francis Light， 伊去讨论甲吉达的王 Sultan Abdullah Mukarram Shah 要用槟榔树，和柯立欢这个是真好的消息。Captain Francis Light
county Penang Sunia, Kole Huan Jitao Pun Sin Kichui. Isang Ho Francis Light, No Jia Sampan, Mua Kahu Kahubang. Liao, it hog of Francis Light, Ho Yi, Gai Lang, Pua Ki Penang Sutua. Francis Light, Jitao Jap Siu Ilang. Hele Jiki, Kole Huan Gai Lang, Pua Lai Penang Sutua. Ilang Tun, Ya Gui Lai, Ilang Gong E Hokkien Wa. Chile Hokkien Wa, Do Si, Zhangzhou E Hokkien Wa, Cham Ga Bun De E Wa. Cham Ki Cham Lai, Ben Cho Chile Sing Kwan E Hokkien Wa, Ging Jik Lan Gyo Cho, Penang Hokkien Wa.